新津的宝墩古城遗址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、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。考古人员发现了面积约600平方米的水稻田遗迹，这也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水稻田。遥望4500年的城堡，刚好经过的身旁，遍野金黄，看见文明带着光芒，一路流淌，变成肩膀扛起了山川大地梦想。生长像孩子一样的力量，不可阻挡的向上，成为脊梁。我也很疼，是我在掌心的茁壮，飞扬万里飘翔，把人间美好收藏。如果这就是你所愿所得的欢畅，我要带上四季行囊，装满安心珍贵的日常，让世界找到你的方向。如果这就是你最真最美的模样，我要把你唱进乐章，告诉未来天山岗。